院同仁，关于本第八届第三会期第八次会议讨论事项列案，本席建请针对议程草案增列讨论事项第25、28、29、30、31案暂缓列案。有关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列案的顺序呢，建议依序为中华民国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等66案，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以上。